我就放心了。大司命一死，我红脸再大的本事，还终究是以女子之身。如今就只有依赖大帅护身保命了。大帅，古来英雄豪杰被困的时候，多以醇酒美人之计欺敌，而令不加设防。红莲此来，就是舍身救大帅脱困的。啊，好一个醇酒美人之计啊！啊，好。现在只有美人而无醇酒啊。对对对，此事不可无酒。大帅，再喝一点儿。大帅，再喝，再喝。美人啊，你就是我救命的活菩萨呀！其实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憋足了一肚子火呢。大帅，大帅，你这身软甲硌得我好疼啊！那脱了，脱了，脱了，我还热得正发烧呢。奴婢帮你。哎呀，脱什么脱呀？先上床吧。大帅，别急嘛。这用兵之道讲究速战速决，更何况我要在天明之前赶出京城，赶回营寨。大帅在京中府地连云，何等享受，怎么就急着要赶回黄沙漫天的营寨里去呢？哎，这行事用计岂能让人猜透啊？他们料定我今晚必定会烂醉如泥的，所以我趁机脱困回营，到时候你跟我一起走，等我当了皇上，呵呵，我也封你个妃子玩玩。瓦格达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。红莲还没回来，我不放心。要是依我之见，哼，似豪格这种乱臣贼子，就应该一刀把他砍了。要是这么简单啊，还等不到你，多尔衮早就动手了。豪格一个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有几十万大军呢。可是他去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我真为他担心呢。红莲姐久经江湖磨练，凭她一个人就能说服了豪格按兵不动，这份胆识和机智可是你我都比不上呢。自古侠女出风尘，我就是佩服她这一点，所以才担心她的安危啊。其实我一直揪着心呢，怕她万一行迹败露，那我们怕再难见到她了。渴了，拿水来。茶，要喝茶。茶来了。
什么时辰了？还早着呢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天明之前，我会叫醒你的。你别走。盖好被子，小心着凉。你上哪儿去啊？天都快亮了，红莲还没有回来，我实在等不下去了，我要出去看看。哎，我跟你去。哎呀，红莲姐姐，快来，来，来，坐下。红莲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红莲，你没事吧？幸，幸不辱命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豪格的要命符。好，好，大人呐，奴才实在是不知道啊。大帅昨天晚上醉酒回来，还好好的呢。有元朝上头送去，走，走。
豪强一世，一息身亡，是死有余辜，算是便宜他了。死不足惜啊，只是没找出印信，随时都可能发生兵变。我已调来了禁卫，就算掘地三尺，也要把印信找出来。禀王爷，刑部衙门的仵作来了。小的见过王爷。起来吧。谢王爷。你干这行多久了？回王爷的话，小的干这行是家传世职，验尸无数。很好，你给我好好验验，这个人是怎么死的。是。小的奉公行事，请恕不敬。还请二位大人回避，小的要验全尸了，恐有不雅，难入贵眼。好，我们就在侧间书房等候。啊，宋王爷。嗯，啊。验过尸以后，不管是何结果，都要保密，不得外传。啊，小的明白。照说这是豪格府内最机密之处，竟然也没有搜出印信，看来豪格是早有戒心的。我已密派人马前往豪格驻军营寨监视，一有动静立刻会有飞书回报。好，禀王爷，官邸上下都搜遍了，没有搜出印信，再去搜查。这就奇怪了。王爷，验尸的结果怎么样？除了背上有几道像女子抓的甲痕外，并没有一切外伤或者中毒的迹象。啊，你先回去吧，日后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。是。先生是否想到了什么？臣要是找到了印信，臣就有了相应之道了。哦，愿闻其详。红莲姐姐，你看看镜子里的你，气色完全恢复了，但我心里还是很不平静。一想到豪格呢垂死挣扎的样子，我心里就害怕。亏得姐姐当机立断，要不真让豪格逃出宫去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格格，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人这么真心地对待过我。还有一个更关心你的人呢，昨晚到现在他都没有合眼呢。你说的是？格格，皇上和范先生看你来了。我说的就是瓦侍卫。他怎么了姐姐？啊，没什么没什么。啊，格格，你赶紧出去吧，去见皇上去吧。怎么，姐姐不一起去？我出身低贱，而且我心里头紧张得很，一见到皇上我怕会失仪。你别以为皇上都像戏里的一样留着胡子板着脸正经八百的，其实当今皇上比你还年轻，性格温和，一点都不摆皇上的谱。啊，不过我还是紧张。嗯，这样吧，你还是先去，别让皇上等着急了，一会儿我装扮装扮再朝见皇上。这样也好，待会儿我让瓦克达进来请你大驾。嗯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
范师傅，劳动您了。啊哈。哎，哥哥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出来啊？哎，朕可是听瓦克达说了啊，那位风尘女侠呢？怎么不带出来让朕见见呢？红莲姐姐一听皇上要来，心里头紧张，怕见驾失仪，她想再装扮装扮，定定神，再出来见皇上。哦，呵呵，能这么想，足见其不凡呢。朕已经准备封她为后宫的女官长，统掌所有的宫女。女官长，红莲姐姐倒是不稀罕，倒是一个女人漂泊厌倦了，应该找个好的归宿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好，王侍卫，你就别让皇上久等了，速去把女侠请出来吧。我，啊，瓦克达，瓦克达，啊，臣在，传朕谕。找红莲侠女出厅听风。这还不快去。这红莲，红莲，红莲，我是瓦克达，我要进来了。这个瓦克达呀，平日是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今天也会假公济私啊。瞧瞧，进去这么半天了还不回来啊。啊，皇上权势再大也不该不懂风情啊，惊散鸳鸯吧。哎，瓦克达，红莲姐姐呢？她还不肯出来见皇上啊？回皇上，红莲他已经流书而去了。啊，快看看上面写的什么。是，哎呦，还是的，急死我了。是微功过，烟散云霄，红尘如梦，归返道心。这后两句是什么意思啊？红莲她出家了。功过烟散云霄，红尘如梦，归返道心。归返道心，瓦克达，瓦克达啊，红莲，红莲。哎，红莲姐姐呢？没有找到人啊。都道相思苦，也想不相思，几番相思量，宁为相思苦。瓦克达，坐而思不如起而行。哎，跟我走一趟吧。格格，你又要去哪儿啊？我们不能让红莲姐姐白费心血呀，你跟我去替红莲姐姐完成未了的心愿，就是将来再见之时也好让红莲姐姐有点安慰啊。好，咱们走。走。格格，这豪格一死，肃靖王府就给封了。要是没封，我不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进去了，还用得着挑这个墙吗？哎，既然疯了，你还进来干什么？哎呀，找出大将军的那个帅印。哎，我昨天和玉林公子已经来过一趟了，一无所获。再说了，大白天，那么多禁卫已经搜了好几遍了，都没找着。我们晚上进来就能找着啊。哎，
是找不着，我越要把他找出来。我不亲自试试，我是不会死心的。哎，如果你是豪格，你会把它藏在哪里呢？要是我嘛，会放在一个顺手可及的地方。那又错了，你想想看，既然是顺手可及的地方，那就代表着只要有人搜，就可能被人拿走啊。哎，还是看我来做。哎，啊，哥哥，闪接封条可是有罪的。哎呀，这有罪总得有人来抓呀，这深更半夜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，谁来抓？谁来抓？待会儿我们出来了，把这个再封起来。嗯，好。哎，到里面以后一定要小心。好黑啊！我也什么都看不见呢。巴克达，你在我前面吗？我在你后头呢。什么人？啊，师傅，范先生，师傅，您老人家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那你们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是来找大将军印信的。我也是来找印信的。哦，那您找着没有？嗯，遍寻不着。哎呦，那，哎，瓦克达，那我们得赶紧进去再找找。哎，不用去了，人家早就搜走了。啊？谁呀？你该想得到是谁吧？多尔衮。嗯嗯，啊，哈哈，哎呀，豪格一死，我今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舒王虽然失去两骑人马，却得到金印，而且还除掉豪格这个心腹大患，日后会同豫亲王多铎的兵马，足可以取福临而代之啊。不，目前还不适宜动声色，否则豪格之死就是本王的前车之鉴。舒王是说我大兄长是被人暗中害死的？不错，所用手法极为高明，连仵作都验不出因何而死。有那么厉害？我怕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手法对付我，所以我决定先下手为强。可是禁卫森严，一般人很难接近皇上。是啊是啊，一击不成就再难有机会了，尤其是那金蝉哥哥尽在皇上面前出主意，整得我呀。莫非你吃过他的苦头？没有，金蝉只是一个异族旁支受封的哥哥，哪敢对我不敬啊。我只是恨他经常在皇上面前和舒王作对呀。所以说非先除掉金蝉哥哥不可。舒王可有万全之计？对付一个丫头还用得着我亲自动手？眼下就有一个借刀杀人之计，定叫他难逃一死。太好了，可有小侄效劳之处？找你来自是有所借重，你吊孝回明，速到豪格军中，散布豪格是被皇帝害死的消息。同时我再派人四处散播谣言，挑动大军造反，金蝉这丫头就肯定活不成了。豪格手下造反，我们先袖手旁观，等他们杀了福临这个小皇上，我们再出兵平叛，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呀？这个主意好，蜀王比诸葛亮还亮，小侄马上就去。蜀王，事成之后，小兔崽子，
就想着当皇帝。放心，事成之后，金銮殿上的那张椅子归你坐。谢叔王，谢叔王，谢叔王。豪哥大哥，你好冤呐，好冤呐。这高举丧旗，高举丧旗，这哎，快请李将军。什么人？站住！驻军重地，绕道而行。大王兄，你死得好冤呐！你是什么人？我乃先皇第十一皇子湘郡王伯木果尔，你家大帅豪格乃是我大兄长。啊，湘郡王！湘郡王，请，快去请副帅。湘郡王，请。郡王请起，末将已经适时发兵，要为大帅讨回公道。谢谢，谢谢大王兄，弟兄们为你誓师了。大王兄，你在天之灵好好看看吧，报仇雪恨就在今朝。大王兄，大王兄，大王兄。好了好了，不必见你了。摄政王有何紧急军情，速报朕知。启奏皇上，平西大军得知主帅无故身亡，已适时发兵向京师而来。啊！肃静！摄政王，你有何对策相应啊？回皇上，京师附近禁军宿卫只有数万之众，很难挡住数十万平西大军。驻守各地的八旗劲旅已不过十几万人，八百里加急行军亦难赶到。众卿位列朝班，就当忠勤国事，你们呢？不知及早防范，遇事还推诿卸责，真令朕齿寒。平西大军乃凯旋王师，谁会知道豪格入京当夜便暴毙身亡，变起不测，实无法预知啊。立刻调集禁军宿卫，朕要亲自领兵，鼓励士气，剿平叛军。
兵凶战危，皇上身寄天下安危于一身，万不可御驾亲征。有何不可？难道就坐等叛军入城不成？本王以为叛军一时军路之王师，一斧不一脚。好，那你速拟招抚之策。我去。行军打仗乃男子之事，格格休要以玩笑视之。啊，我可不是开玩笑啊。谁说行军打仗是男子专责之事？古时候花木兰代父从军，荀冠娘出兵救父，梁红玉擂鼓战金山，不都是女子们立下的功劳吗？而你呢，身为摄政王，明知豪格有不臣之心，却养奸自重，坐观其变，难道就比女子强吗？再说秦大人你吧，身居兵部尚书，哎，从不见你有什么用兵之策，每天就知道下棋，车马兵炮尽在一尺棋盘之内，两军对阵，号令都出不了京城啊。哥哥说笑，哥哥说笑。摄政王，这一般王公大臣就是你说的须眉男子吗？呵，怎么现在一个个都缩头弓腰的呢？像一个个大虾米似的。放肆！诸位王公大臣皆朝廷栋梁，岂可如此当庭辱骂？既为朝廷栋梁，大局将倾，有谁能撑得住呢？你还是你，哼，有什么气节风骨可言？锦臣，嗯，过了。这些王公大臣皆出于御封为官，你把他们骂得一文不值，岂不是指朕有眼无珠吗？好，不骂就不骂，咱们改谈赵府叛军之事，事由谁起，责由谁负。当初是我奉太后遗旨把豪格召回宫来，也把摄政王趁机接了回来，现在也该由我奉旨去招抚叛军啊。锦臣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，此刻进入叛军阵中只怕有去无回啊。没有什么不同的，燕子高不满三尺，凭其辩才一人就能恶敌，你们再看看我，身高三尺多，嘴里也有舌，难道我就不能说服叛军吗？好，格格既有此忠君爱国之臣，皇上请赐旨派金蝉格格去招抚叛军。为上者要知人善任，我虽为女流，却能挺胸傲人，绝不会像他们一样归背朝天。臣范文成愿保荐金蝉格格出使招抚叛军。啊，本王亦愿保荐金蝉格格出使。啊，臣等愿保荐金蝉格格出使。啊，金蝉格格，臣女在。听旨。臣女接旨。哎呀，这种掉脑袋的事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呀？说掉脑袋那可未必，不过今天真是过瘾了，当天把那些只拿钱不办屁事的王公大臣们骂个缩头乌龟似的，可真解气啊。好，骂得好。这次格格招抚，我会暗中保护格格的。反正你没胡子，你就装扮成个太监跟去好了。啊，我好心倒成了驴肝肺了。哎，我能跟着去吗？哎，正好缺个嬷嬷呢。一定是范师傅。哎，范师傅啊。爹。啊，雨林，你也在这儿。是。好正好正好。哎，金蝉呐，我已经向皇上请旨同行了，恩准了。那太好了，师傅。嗯？什么？这哪
像是出马招抚叛军呢，简直就是乌合之众的杂牌军嘛。哎呀，玉莲，打开。是爹。啊，大将军印信。师父，这印信是哪里来的？啊，我早就料到他们会有这一天，所以我昨天就连夜上奏皇上，我就听皇上如何细说这印信的模样、材质以及印文，我就连夜请了个匠人赶制出来了。哦，哦，好重啊！这真印信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反正我让皇上预览过，皇上也分不出是真假来。可是真印信不是在多尔衮那里吗？万一他指出说这是假的呢？不是引罪上身吗？哥哥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我还是不明白。你笑什么？难道你就知道了吗？还是请爹把他说破吧。啊，玉莲啊，你说说你的见解吧。我想多尔衮肯定知道这印信是假的，但是他又拿不出真的来比对，要不然就让人知道了这真的印信是他私藏起来了，这不犯了欺君大罪了吗？哎呀，这就叫做以假当真，真的反倒变成假的了。不过这印信最好是备而不用，你要是真把多尔衮给逼急了，他拿出真的印信来，那大事可就不可挽回了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动身吧。对，据前敌探马来报，叛军距离京城已经不到十里了。撤！撤！撤！停！李将军听谕。金蝉阁阁奉旨前来，请李副帅接旨。报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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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大帅伸冤报仇！血战来迟，血祭大旗。各军将士兄弟，我军乃凯旋之师，并非有心叛乱，只为大帅死得不明不白，朝中定有全歼为祸，只要交出元凶，弟兄们仍应忠君报国，视为国之干成。交出元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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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昌格格即为交代此事，现奉旨前来，请李将军挑几名精干战士与我们共同相验大帅夷陵，本将军就在军前接旨。李将军忠君之臣，瓦克达一定会禀报皇上的。本将军在此迎候，请侍卫大人回复钦差。好，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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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大人今天联袂而来，所谓何事啊？啊，豪哥已死，恭贺王爷独掌国父之位。恭喜王爷，贺喜王爷。王爷，那豪哥是螳臂挡车，不自量力，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，实在是大快人心。我等从今以后定跟随王爷左右。是啊，诸位大人，请看。此乃号令大军的无敌金印，不知王爷从何处得来啊？只要我多尔衮想要的东西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一颗小小金印，我视它如
探囊取物，又有何难？王爷神威盖世，天下无敌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诸位大人今后只要能为我尽心办事，本王爷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啊。谢王爷。尘缘情未断，难除烦恼根。末将李世海，恭迎奉旨钦差金蝉格格。将军不必多礼。格格好身手啊。银铃。宣旨，且慢。将军何意啊？且慢宣旨，先验过大帅王陵之后，如能对弟兄们有所交代，本将军自会请罪听旨。死者为大，就依李将军之意。谢格格容此不情之请。我从京中带来了一名首席仵作，将军阵中可有仵作？双方共同相验，纠察大帅死因。嗯，传老君出阵。哥哥，仵作来了。你二人要仔细相验。这请将军细加观察。重责在身，岂敢轻忽。请灵吧。请灵。